今年2008年，我23岁。나도너좋아하는것같은데고집이어回去어떡하지안녕하세요수진이야我会会会觉得说你到底会不会好，这种话经常在我在我在我耳边一直在会质疑我，你知道吗？就特别可怕。大家好，我们是月华娱乐的 YH Girls。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吃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只给打折，真的懂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心数着你在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그리운건그대일까그때일까老衲是笨蛋。我知道。你的绘画里落着，在这个时刻，我想几本全版的白鸽。恭喜吴宣仪第一。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已经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只给打折，真的懂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착한척괜히사람아프게하지마梦魇了，我的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的爱的爱的什么后悔呢？只是唯一的遗憾和爱全断的，要怎么平呢？接下来的比赛我会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然后一步一步让大家发现我是一直努力的向前冲。좋은얘기는아닌것같긴한데돌아간다고해결되는건아니겠지달아난다고해결되는게아니었듯이